我去，这是哪儿啊？刚才太激动，说话的音调都变了。哎，柜子，这么说我出柜了？就是，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，只要我再回柜子。这咋还有个人呢？现在都这么开放了吗？这柜说出就出。哎，小哥，我说我出柜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啊，你是谁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练过的，你别过来。淡定啊，我是友俊。你的名字是？啊，我的名字叫我三爷。三弟打爷，你电影看多了吧？最最严重一。你知道你很烦吗？现在方的人不止你一个，给我安静下来。啊，嗯，好。让我告诉你，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。那天像往常一样，我走在上学的路上。突然出现几个全裸的非洲大汉，半夜出门只能看见牙的那种，把我压到了车上，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，醒来就来到了这儿。你有什么看法吗？嗯，正常 CG 没有看错，差评。我觉得这件事有蹊跷。之后我们把教室拆了，发现并没有什么，看来只能出去了呢。哎，我去，这是啥呀？怪物！快跑！你别过来！信不信我怀中抱资源，徒手拆了你？体育馆，体育馆！体育馆的大门打开后，我看到了令我吃惊的场景。啊，你问我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一群我不认识的人，还有刚才追杀我的机器人，从机器人里蹦出五只熊，然后我变身了。其他人也变身了，然后我被摔了一块。我操，这他妈都是什么？哎呀，我去，这是哪儿啊？刚才太激动，说话的音调都变了。哎，柜子，这么说我出柜了？没事，出就出吧，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。等等，我再说什么？就是，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，只要我再回柜子。这咋还有个人呢？现在都这么开放了吗？这柜说出就出。哟，小哥，你也出柜呀？啊，你是谁？你哄毛啊？方的人又不止你一个。方的时候，只要想一想阿炳的二泉映月就好了。那种略带忧愁的旋律浮现在我心中，总会让我平静下来。Fuck you！ 既然很多人都知道设定，那我就长话短说了。这里是才球学员，你们是有各种才能的超高校级的学生。好，我说完了。我操，他刚才说了啥？我也没听清。算了，不用管他，反正都是些废话。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和才能呢。我的名字和才能，我叫工程新，是一个侦探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灰原哀。最最原中一，超高校级的侦探。竟然是侦探，厉害了。只是碰巧解决了一件小事件，就被这么称呼了。哎，对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呢。我叫赤松凤，也可以叫我凤妹，也有人喜欢称呼我为赤松凤子或凤姐，你也可以这么叫我，不过一生只能叫一次。我是超高校级的钢琴家。超高校级的钢琴家，虽然是超高校级，但是人们叫我琴魔更多一些。自从认识琴后，我就一直在弹琴，每天都要弹一次，有时甚至忘了吃饭，这种感觉就像磕大力，一天不弹琴我浑身难受。最后也是获了许多奖，也有了超高校级的称号。我可是什么都能弹的，如果有想让我弹的尽管说。那个，你能弹奏鱼尾纹吗？咱们出去调查吧。
然后我们把整个裁球学员都拆了一遍，而不是调查了一遍，发现我们所处的裁球学员是一个巨大的牢笼，而且这里还有很多和我们一样有超高校级才能的高中生，他们分别是超高校级的 coser 老抽，超高校级的和气道家风车转子，哎，等等，这个 BGM 什么情况？超高校级的魔法师梦魇秘密子，还有因为是老司机，所以对机械非常擅长的超高校级的发明家入间未土，人间美土，入间美土，这回总算对了。超高校级的机器人，还有曾为某凉茶代言的超高校级的总统妈妈小金，超高校级的 SM 真公司搞事情，哎，你别过来啊！超高校级的牛奶旺仔，还有梦想飞去宇宙的超高校级的宇航员白天街斗。话说，你要是把名字改为小高和刚，就会有很多人帮你上天啊！超高校级的美术部安康鱼，超高校级的女仆师午夜小夜，超高校级的保育员春春魔镜，超高校级的昆虫博士一元高泰。认识了这些 gay 里 gay 气，才能各异的同学们后，我们又被召集到了体育馆。等等，为什么是又？眼前出现的场景让我们吃了一惊。我是新世界的卡米，其他熊做得到吗？哦，东家。你还好意思叫我爸爸，你们是不是又背着我少说设定了，而且还盗用我的 BGM？ 少说一点又不会怎么样，少说一点不会怎么样，就是因为你们少说设定我才出来补充设定的，要不然我就和其他熊一样去冬眠了。爸爸不气，给你红包，祝你今年大吉吧。我呼你们熊脸，熊有那种东西吗？孩子们还真是顽皮的，是时候讲一讲设定了。什么设定？为啥又是熊啊？原来难看，就是关于你们在这个学院互相残杀的设定。我是这个学院的学院长，如果你们想从这里出去，就必须互相残杀。好了，我说完了。对吧？你们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吧？那我就给你们个优待，如果七天后没有发生杀人事件，全员处刑。七天，这也太少了，就不能给十天吗？五天，还是七天吧。三天，卧槽，那么就开始吧，互相杀戮的新学期，期待各位表现。哟哈哈我绝对不会让那种事情发生的。没有了，后面真的没有了，骗你的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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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